我爱马来西亚，我是廖湘。终于来到马来西亚了。我已经等这一天等了好久，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的时候已经是4年前的巡游，所以这4年大家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大家有长高吗？有变漂亮吗？4年的时间，经历了很多事情，然后也在4年当中，我自己也累积了很多新的作品。不要乱讲话。这4年当中，我也累积很多新的作品，然后也有很多新的人生经历，所以今天晚上呢，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。那么四年才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，所以今天请每位朋友，把你们累积4年的热情全部给我拿出来。你知道，演唱会呢是一个一眨眼就会结束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大家对不对？要来看演唱会，要开始上山，所以。我会珍惜今天的一分一秒，然后希望呢，今天对不对？每一个人，我们的心可以越来越靠近，所以请好好的享受吧。还有点小改变，就是变得比较狂野一点。所以接下来这一连串的歌曲，我希望每个朋友，你们今天要来看演唱会，很多人在我脸书抱怨。说要什么要开车上山呢、什么要很久啊，很好，现在就尽情的释放出来。真的哦，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要让大家玩的，所以尽情的叫啊跳啊释放出来。因为你知道现在在很多地方办演唱会呢已经不见得可以，你看在台北小巨蛋，如果在台北办，在小巨蛋办的话，做演唱会不能喊跳起来，你只要喊，你就现在就不用去了。所以接在云顶，是不是可以跳起来？老板说可以，老板，那请问是不是可以尽情的跳呢？站起来跳呢？希望大家尽情的释放出来。真的玩得开心一点嘛，那边应该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来吧 DJ。